们介绍我身上的独家，超级好看的。它前面是做这样子烫金的字，整件衣服好不好？瞬间超有质感。跟你们说，你们看到这边差不多可以赶快去了，因为这个今天现场打印超级厉害。拜拜喽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领子一样是帮你们做这样子大方领，对，就是我跟你们说，这种领子呢完全不挑脸型穿，不管你脸是圆的、方的、宽的、窄的，好不好？它穿起来就是会非常小脸。然后重点是它背超级美的，但是你们先省略我昨天被刮痧的部分。这个背是大美背，大美大菱形，而且呢不会露到你的内衣，你完全是可以正常穿内衣的哦，超级好看。然后颜色很多，我现在穿的这个是沙漠绿。然后等一下，先跟你们讲一下，这件呢、建议胸围穿到90公分，90公分以下的胸围都完全没有问题，这块布是超级弹力的那种。等我一下，我再穿别色，颜色真的非常难选。今天已经超多人到最后，这有选色障碍的有没有？就不要看了，因为只有点可以就好了。真的，选到最后大家都拿超多颜色，真的颜色很漂亮。等我一下。然后就是我身上的这个是超级可爱的紫，好吧，紫色360度给你们看一下，很好看。这个紫就是硬蜡型的那种，不会显黑的那种紫色。好，再去等。对，或许、不是或许，或者呢，你想要它低调的有质感，你也可以像选我身上这种灰色的，就是感觉它不会落差非常大的那种，很好看的，是随便配都好看啊。然后颜色拿给你们挑一下，我比较难挑，看到这里就直接选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包括一下。我身上的这个是灰色，然后再来呢，白色基本色，还有这个黑色也是基本色，对，黑色基本色，然后奶茶色基本色。豆沙粉也画是基本色，再讲到基本色，然后绿色，然后很可爱的紫，然后还有我身上的灰，总共7个颜色。再说一次哦，灰色、白色、黑色、奶茶、粉色、绿色、紫色，这三个不一样的、明显吗？明显吧。好，就这样喽，7个颜色有选哪是选？价钱超级便宜，内裤加内小一样。就这样，这还是颜色太贵，这样也太快。来，给我紫色，紫色，好，灰色，灰色，绿色，绿色哦，粉色，豆沙粉，豆沙粉跟奶茶是不一样的哈。然后黑白灰汗，很快哦，7个颜色就这样喽，拜拜。